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再度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的影片呢，要带来的是非常地狱式的挑战，居家全身性的训练，仅仅的十分钟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器材，很多动作间也是不间断不休息的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就跟着我开始吧， Go！今天这组十分钟的高强度间歇组合，总共会有三个部分，部分间休息30秒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就跟着我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先从平板的支撑开始，上肢稳住之后，两脚做轮流的跳跃。这个动作是第一个暖身动作，核心持续的出力。我们还有15秒，加油！非常的棒，两脚轮流的跳跃，最后5秒，4、3、2、1，接着不休息，上肢一推，膝盖轮流的去做旋转。这个动作呢，主要锻炼到我们上肢的力气，以及带到侧腹的部分。不求快，我们慢慢做。10秒，很好，5、4、3、2、1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往前一跳，接着停顿在深蹲的姿势，有点类似波比跳的动作，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跳跃，而是直接重心停留在臀腿。最后的10秒，你们感觉到核心跟臀腿都开始在酸了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还没有要休息，深蹲的前后走，重心一直放在下盘，往前2步，往后2步，你可以随意的在家里走动，但是请帮我持续的做一个小的深蹲，不要休息，最后的10秒，沉下去，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接着我们停顿在深蹲的姿势，屁股尽量的后蹲，不要起来，核心跟臀腿一直在出力的状态。我知道有一种燃烧的感觉，再给我最后的10秒，待会我们就可以休息了，一起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，30秒的休息时间。我们已经来到训练的将近30%。休息时间剩下15秒，稍微喘息一会，待会第一个动作会带上一点跳跃的燃脂动作，窄距以及宽距的一个深蹲跳，双手顺势的带起，尽量的跳高，往外往内的深蹲跳，很好，15秒，完整的跳起，最后5秒，4、3、2、1，双脚再帮我更宽张一点，下一个是侧跨步蹲，轮流的将重心左右的移动，屁股向后推，刺激到你的侧臀肌以及大腿的内收肌群，15秒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推起的时候吐气。超棒的你，3、2、1。下一个动作，后侧的跨步蹲停顿，一脚帮我往后侧的跨步蹲个2下之后起身。往后侧跨步蹲的时候，刺激到我们的臀肌，躯干保持稳住，再给我10秒，
不仅锻炼到臀腿，也考验核心的稳定度。3秒，2，1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来到我们的登山室，直接给我登山者冲刺30秒，核心收紧，两脚轮流的往腹部去靠近，15秒，10，9，8，7，6，最后5秒，4，3，2，1，很好。接着一样从平板的动作做轮流的侧伸腿，伸腿的同时，上方的手顺势的打开，核心会有一点不稳是正常的，可以慢慢的做，考验到我们核心的稳定度。最后的10秒，加油！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。30秒的休息时间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部分，可以稍微喝点水，喘口气。下一个动作会来到我们的跪姿伏地挺身，将我们的上肢、屁股与腿是呈一直线的下降，手肘与身体大约呈45度角，完整的下降之后，用胸肌以及手臂来发力，很好，15秒。如果你还做不到的话，可以下降到一半就好了。最后的5秒，4、3、2、1，轴撑的平板支撑，我们要做的是蜘蛛平板，一脚轮流的抬起，去靠近同边的手肘，核心保持稳住，腰部不下沉，一起倒数10秒，你很棒，跟我一起坚持下去，4、3、2、1。平板的轮流点地，轮流的往外点地，右左右左，抬起脚的时候，腹部会稍微感觉到有点不稳定，因此要更让核心持续的出力，加油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太好了。下一个动作，坐姿的左右卷腹，让上半身后倾，身体呈现不稳定的状态，往左往右的去伸直你的腿，接着往腹部去靠近，感受到腹部的伸展，10秒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维持在一样的姿势，不一样的是双脚向腹部向胸口去靠近，高抬你的双腿，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，我们已经到达今天训练的83%，加油，剩下最后的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俄罗斯的转体，两脚可以的话稍微离地板大约10公分的高度，如果不行的话双脚也可以放下，双手抬高的同时做一个转体的动作，给我一点 power， 10秒，撑在那边，加油，5、4、3、2、1，啊，我也感觉好累了。倒数第二个动作，蝴蝶式的仰卧起坐，来炸裂一下我们的腹肌，双手与双脚同时的抬起，针对到我们的腹部，尤其是上腹的地方，也有下腹，
极佳的一个动作，很好，再给我两个，二一，太好了。最后的动作，仰卧的抬脚，最后的30秒撑下去就是你的了，让我们的背部持续的与地板贴平，双脚下降之后用核心来带起，因为我已经太累了，所以我的两腿已经有点弯曲了。最后5秒，一起倒数，4、3、2、1，太棒了！超级暴汗，超级累，我觉得这套训练真的是太疯狂了。如果你有跟着我一起完成的话，非常的棒！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